单车时代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 Velocity 的 Nelson。今天跟大家介绍非常酷的东西，在台中自行车周，基本上在 Eurobike 台北 Cycle Show 大家都可以看到。但是，隐藏版的小东西，最新的准备在德国、在欧洲都已经开始在准备在卖了，就是我们手把跟坐管灯。那我们来先直接看一下，因为现在 e-bike 越来越夯嘛，所以我们的 integrate 这个 handlebar LED system 来看一下，其实它非常的亮。我看到非常亮，它总共有四段，一、二、三、四就关起来，而且非常的轻。那这种概念包括在坐管灯、坐管里面，其实这个概念已经十几年都有了，但是大家一直没有做得非常完整，因为 LED 的技术啊等等的防水防震，那现在全部都像坐管灯都已经在市面上开始卖了好一阵子。那最新的也是有 USB 充电，还有直接整合到电动车里面去。那当然最新最新的产品从 Eurobike 大家可以这一次可以看。那台中州又进步了一些，所以准备在今年年底在德国就会开始开卖了。当然在台湾Velocity 都可以买得到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